sebagai total lockdown, iaitu fasa pertama. Malaysia 加油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佑仪，马来西亚加油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亮子，我来自中国的哈尔滨。疫情期间，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如果出门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 来自马来西亚槟城。抗疫期间，请大家多多留在家，不要出门哦。那我们一起照顾家人的健康，同时照顾到我们自己。那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戴口罩，然后回来要多洗手。最重要的是要多消毒哦。那抗疫期间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Brother, it'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.